大家好啊，最近呢，很多朋友啊问我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说阿宇啊，如果说我碰到像这种，看到没有啊？这个陡峭面呢只有一点点高，你说是走等高好呢，还是说啊一起去用平行爬比较好呢？对吧？啊，走出来漂亮呢？但如果说啊，你这个表面质量啊，并不是要求那么高，是吧？不是什么高光面啊之类的啊，你随便都可以，对吧？你可以直接爬一下呀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是高光面啊，就不可以了。为什么？你不管怎么爬，比如说我零度爬是吧，你爬到这里的时候，你是补刀还是不补刀？不补刀呢啊，你补刀的话，你这边啊会干嘛？会这样是吧？这些刀痕呢非常的难看是吧？如果说你不补刀啊，这边呢可能是什么，有几刀啊，它的布局非常大，它可能会跟你这个下面的布局啊不一样，这边啊可能会造成这个啊余量啊不太均匀，不是余量啊，就是比如说下面是0.0，你这边呢可能是负了5个丝，负了1个丝，8个缪是之类的，是吧？啊，反正呢就是刀痕有点深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来跟你们说一下啊，我们是怎么做的。像这个模具啊，是一个非常简单、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模具啊，是我们以前做的。它唯一的要求是什么啊？但是它的要求不简单啊，它要求这个面啊是高光面，不允许出现一点点这种正刀痕，懂我意思吧？它主要的难点就在这里。我们会发现啊，像这些平坦的啊、平缓的面啊，其实啊都没有什么问题。主要容易出现这种正刀纹的在哪里？在这些凹角的地方是吧？还有这个地方比较深的这个凹角啊，特别是这个凹角啊，这个凹角我前面有没有讲过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如果说你的刀路啊没有这样垂直于我们这个凹角去走的时候，而且是什么？你这个凹角必须是我们这个刀具凹角的2倍以上。有很多朋友啊可能会存在一个误区，就是什么，比如说我们再看啊，这个凹角多大？R5的是吧？那有些朋友要问了，阿宇啊，我用8毫米的球刀是不是直接可以啊这样过去呢？这样过去就好了呀，行不行啊？理论上是可以的，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是不行的啊。不管你这个刀路多漂亮，只要说你这个凹角啊是什么小于你这个刀具凹角2倍以上，都会有比较深的这种刀纹，那肯定会比我们这些面的刀纹要稍微深一点，懂我意思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做这类模具的时候啊，你要避免的一点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凹角，要么我用余量保护，要么是什么？要么我就直接碰撞逼空掉，啊，让我的这个把整体爬的这个刀路啊，不在这上面走，懂我意思吗？当时啊，我们是走的什么刀路啊？我们给你看一下啊，是这个。这是一个什么道路呢？这是一个浅滩加陡峭的道路。有同学要笑了，阿宇啊，这种垃圾策略你为什么要用呢？是不是你们某些这个所谓的老师啊、讲师之类的是吧？经常去强调啊，这种浅滩陡峭、连滚带爬的这种道路，真他妈垃圾是吧？啊，以后我的学员不许用。这道路怎么了？影响你发挥了吗？还是影响你装逼了？这个道路我给你看一下，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刀路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接触点看一下啊，你会发现没有，我这个刀路是一点点凹角都没有碰到，而且呢还让开了一段距离，是我设了一下这个凹角的碰撞啊，碰撞了24，然后你会发现这里我也让开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用的84的刀是吧？这边只有R5，我不可能去拿这个非常高光的这个面啊去碰运气的，也就是说什么？去犯这个险的，要是一不小心这边搞深了一点啊，这个魔轮啊直接就报废了啊，就没有什么补救的机会了，什么烧焊之类的不存在的，懂我意思吧？那这个有朋友又问了啊，你这边让开了最后怎么搞呢？对吧，我是设的碰撞啊，整个凹角碰撞24，直接就什么不让它过。但是这里啊有一点啊你们要注意啊，就是这个看到没有，这个切入切出你要稍微给一点啊，曲面反向圆弧，为了是什么？不让它有什么这种连接线是吧？我到这里之后抬起来啊，这样呢刀路印子稍微好看一点，懂我意思吧？这是也是一个稍微小的细节啊。然后下面紧跟着一把什么青角，看到没有？而且我的刀具不换，爬完之后就是什么，就这个走完之后就是什么青角啊，不要去换刀。你会发现啊，如果说啊我们这边啊是什么类似于等高是吧，就是我们的陡峭，这边浅滩的地方呢就是什么类似于平爬啊，这个道路非常完美，哪里不好了？
你们说这个道路垃圾的，谁站出来告诉我为什么不好，对吧？走出来，我当时记得啊，非常的光亮。基本上来说呢，已经是处于那种只需要直接上那种高光油时的那种，上去稍微推一下就 OK 了，懂我意思吧？把那个刀纹呢、稍微推一下就 OK 了，不需要上粗油时，因为人家要求的就是什么高光面。你如果上粗油时，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高光面是不能上粗油时的呢？因为你抛光是人去抛的，你的这个地方，比如说这个地方，我力用大了一点，多抛了一点；这个地方力用小了一点，抛的少了，是吧？你这边看上去啊，就不是一个高光的状态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就算你人影照上去，它也是变形的，对吧？如果说我直接上最高的那种油石啊，你最多也就推个一个缪两个缪，对吧？你再多也推不下去了，你不管用多大的力，你也推不动，是吧？那这个呢？直接啊，下面呢，直接就是一把这个青角的刀路，好吧？而且你们看这个侧面啊，侧面我光刀的时候没有光，是吧？看到没有？是吧？光刀的时候没有光，这个同一把刀青角的时候呢，他把它带上去了，是吧？啊，你们别看这个接触点有点乱啊，它是因为什么显示的问题，并不是说它真的这么乱。我这个刀路很顺滑的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下面呢还有一把青角。还有一把青角啊，还有一把，比如说42的、221的，你看这个角多大嘛，是吧？这个刀路啊是很顺滑的啊。那这个呢就说到这里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上面一段很短的这个陡峭面，加上下面一个阿角啊，我们怎么去把它做光？